Hello， 观众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DK， 今天要为你带来的是 Freddy 模拟器。那 Freddy 模拟器在最近做了一个万圣节的更新，这次万圣节会有的角色分别有 Glitch Trap 后面这几位角色，那可能还包含 Glitch Trap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要废话，直接来看一下吧。那在我们今天玩万圣节更新之前呢，六代其实还有做一个更新哦。然后作者说他把 UCN 的部分取消了，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角色太多或者是重复性太高之类的吧。我们接下来玩一下 Evan 吧 ，Let's go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玩一下万圣节更新的角色吧。Oh my god！ 目标是不要让他离开。对，六代的守卫就是会完成他的工作嘛。然后我们要在他完成工作离开之前抓住他。Evan 是怎样 ？Oh my god！ 哦，我手好恐怖哦，好尖哦。那我们先往下走。哇，他移动速度好快哦，跟我们之前玩的 Lefty 比起来快太多了。有没有钱之类的东西啊？我在猜啦，守卫应该在这个转角吧。Nope， 哎，不是哎，那可能还得下去一点。守卫人嘞，这个就是之前需要输入密码的地方，然后输入密码之后会触发游戏的结局啊。我们这边就先不触发，我们等之后六代下一个更新再来触发一下吧。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可是我来不及了。哇，来不及了，可恶！再一场，再一场，再一场。先拿那个钱吧，赚个十块、二十块也好啊。OK， 十块，好扯。守卫 ，Where are you？ 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哎呀，他侦测我的位置。先不要动，先不要动。哇，你嘞，他一直用这个。哎呦，他继续做工作了。哇哇哇哇哇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哈哈。You may not recognize me at first, but I assure you, still me. OK， 那我们接着来玩一下万圣节更新。万圣节更新的部分是更新的求救讯号。目前一共推出了两个角色，一个就是 Jack O'Barney， 一个就是 Green Foxy。那之后还有 Glitch Trap。Oh my god！ OK， 那我们就现在玩一下 Jack O'Barney 吧。哇 ，Let's go！ 好期待哦。我记得上一次玩求救讯号的时候 ，Jack O'Barney 是在一代的地图，然后变成万圣节版本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是要破坏木板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手哦，那是吉他、啊。哇塞，按 Z 好像可以用什么技能吧 ？OK， 现在相机是开启的，所以我们进不去。Oh my god！OK， 他现在看我们这边吧，我在猜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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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拿钱了，不，我还没拿完钱。哇，其实赚的钱还蛮多的哎、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要再来玩一次啊，太快了，太快了。我们现在把地图稍微看一下好了啦。OK， 哇，这个就是区卡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扮另外一只是 Foxy 吗 ？OK， 这也不能离开。场地上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，这里进不去哎、欸，整个气氛都不太一样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进来里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吧。啊，这也进不来。我觉得可惜的是，它很多地方被限制住了，不能进去。哇 ，Foxy， 现在监视器是打开的，所以我们过不去，很正常。按 Z 可以干嘛 ？What？ 是可以让守卫暂时断电，是不是 ？OK OK， 哦，监视器打开了 ，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！No， 被抓到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只要进得去就好。不 ，No， 我们这次在门口一点那边用这个技能看一下好了，或许它里面真的会断电。我听到一个没有电的声音，然后就没事情哦。哎呀，看这么快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这里我们是进不去的吗？为什么那边我从门硬卡是进不去的？还是只能走特定的方向？我要试一下这一边。哇哩嘞，哇哩嘞。哎、欸，这边我们才进得来。
What？ 那边我刚才是硬挤挤不进去耶、欸，还只有 Foxy 可以走那一边。不对，我记得原本巴尼也是走另外一边啊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们现在玩 Foxy 好了。OK，Foxy，Green Foxy， 来吧来吧来吧！哇，他们镰刀好尖的感觉哦。哎，不用管监视器吗？太快了吧！太快了啦！不行啦，我们不能这么快就结束了啦。我们再来用一次 Foxy， 顺便看他的技能到底是干嘛的。他会不会有自我毁灭程序啊？就跟原本的 Foxy 一样，就是用了大招之后会自我毁灭。感觉他的镰刀应该是等一下会着火，然后会冲过去，接着可能就自我毁灭吧。哎呦，哎，我们等一下我们的技能吧。这个技能叫做 Yar， 哇，这里好多话哦。好，要冲喽 ！I've got you now！ 哦，哎 ，Hello， 我已经进来喽，好帅呀、啊！好，那以上大概就是这一次的 Freddy 模拟器的更新。那目前也期待作者之后可以开发出更多不同的版本啦、啊。只是目前看起来它是断在了六代这一边，然后可能这个做完，然后再来就是求救讯号。接着有可能会等那个安全漏洞推出之后，才会再有更新吧，我在猜啦。好啦，观众们，我是 D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下这边啦。那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下面有个 like 还有订阅吧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哦 ，Peace out。